杨千嬅的世界巡唱第一站今个月30号就会在广州举行，最近他就为演唱会积极排练。今次挑战自己不是只是一两个月的体能或者耐力，是一年。我不会又想自己太瘦，我觉得这么大即去到这个阶段的年纪，最重要是个机能和健康，因为你要应付那么多场和经常都要 travel， 这个抵抗力是紧要的。我又没有给自己要刻意去到之前任性的，自己我觉得总之要敏捷轻巧，又不要穿不落啲衫，就是中指就可以了。为了今次歌唱还特地在江门体育馆搭了个台来彩排。今次多啲機動，所以先有一個1:1嘅舞台去彩排。其實唔係1:1啊，直頭係成個廣州嘅舞台已經，其實我自己見咗一次，搭咗一次，所有台燈、聲、dancers、musicians、costume 全部齊曬，已經演咗第一場俾自己睇啊！咁的而且確同成隊 crew 咁樣，反而個信心大咗，同埋即係另外一件事係再可以完美啲咯。咁呢個係第一次咁認真，即係咁大規模。前排千嬅就穿着5寸高踭鞋彩排，还好几次踭啲线低添啊！即系呢啲线嚟线去、线嚟线去嘅嘢就一定有嘅。咁又唔系话真系好危险，但系 dancers 危险啲，咁啊有少少都受咗少少伤嘅，咁好彩冇事。咁所以到时演出嘅时候，希望大家手足系够休息、瞓瞓觉。即係太磨得太辛苦又不好，大家都知道曬、識曬、都學曬、都熟曬啦，要休息咯。